糟了，来不及了吗？异变已经开始，看来伊米尔之河的暴走是无法避免。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灾难会波及整个卢恩大陆。果然啊，没有那个人，伊米尔之河就……不要放弃，凭我们的力量，一定能阻止这场灾难。Yeah!
Thank you.